哦，不宜呢啊所闻啊分别难见，但你呢能闻啊讨个消息，哦，不要呢这个所闻呢那一些声音呐、啊，我们不要去分别，哦，不要分别呢，哦，它是时以难还是时以见，哎，是时以好的还是时以恶，哦，不好的，哎，不要去分别，但你能闻啊讨个消息，哦，那个水啊能够听到。那个能听到的就是我们、哦、那个自性不生不灭的、哦、那个佛性本体入流、哦、即是、啊、合觉，我们一入流呢跟自己的觉性、啊、也就合在一起，那么王熟、啊哦、即是背尘，我们呢背尘把那个凡尘、啊、放到背后去，所以我们、哦、了解、啊哦、这个背尘合觉啊就已经呢、哦、能够呢回归到、啊、我们这个本体回来，所以我们那个双手、啊、一合起来、啊、那个就是背尘合觉、啊哦、两只手、啊、因为我们这个手、啊、这个左手做右手做、啊哦、我们两手一合起来就凡尘事没办法做了，把凡尘的事、啊、都放到背后，那、啊、这样双手一合啊，就把心掏出来，跟觉性合在一起，所以这个呢叫背尘合觉。背哦，尘凡尘的事啊都在背后，觉性呢合在一起了，很理想啊。各位会不会？我们哦这个手做的事情啊，右手做的事啊，左手做的事哦，都是凡尘事啊。凡尘事、哦、不做了，背尘放到背后去，背尘，然后、哦、双手一合、啊、良心都掏出来，和解背尘和解，这样知道吗？时时刻刻、哦、我们就是要背尘和解，跟自己的觉性、啊、合在一起，那跟自己的觉性合在一起呢、哦、我们呢就可以、啊哦、这个成就，所以呢我们就是了解到、哦、不管呢这个什么地方所在、啊、我们都一定呢要自光内照、哦、要呢、哦、这个背尘合觉，即是呢正确的、哦、修道轨道、啊